接下来也是很特别啦，蓝队是一组姐妹，马慧君、马慧婷请出列，红队是简范蒂，很特别啦，两位是布农的，对不对？布农，哎，布农是不是我们听说有这个八部和声是布农族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今天一人带四部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十六部，两位十六部，两位要演唱什么歌？苏芮的《跟着感觉走》。好、哦，之前好像听说你们唱这个阿美阿美也是可以和声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来来来，轻松一下，阿美阿美来一下，来来来。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，我记得才发狂。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，我是否有希望。哎呦，谢谢。好，有姐妹这个一起来测绘，就这个胆量会比较大一点啦。哎，这个名字很特别，范蒂是不是？对，蒂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斜玉旁然后这样子，明珠的光，明珠的光，对，就是说你泛出来明珠的光就对了。不晓得，查字典是这样写的。哦，没有跟父母稍微聊一下他们当年对你的期许。他们当年希望我当钢，还是本来要叫范烧啊？烧好好，范蒂范蒂，嗯，本来希望我当钢琴老师啊。哦，对，那结果。我还是喜欢比较喜欢唱歌啊，很好，今天好好来证明自己。他很特别，你选的是周杰伦的什么歌？迷迭香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一组又好看啦、啊、首先先欢迎我们这一组姐妹带来跟着感觉走。简范蒂演唱迷迭香，想要来星光的原因是因为在这边得到算是客观的评价吧，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这样子。想想舞蹈
这组三个女生，小林老师觉得如何？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，因为音质是相像的，所以听起来是悦耳的。对，但是今天可能是不习惯这个舞台吧，所以有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，有一些高音是抓不到的。然后范弟，我非常喜欢你的对音乐的那个态度，谢谢。对，而且有自己想要诠释的方向，谢谢谢谢。他很有啊，可是又有一点，就是唱到后来就有点，那也不是破功是什么？就是你前面好像就觉得很稳。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很稳哦。突然他就松，无聊。你唱到后来，你常有这个惯性表情，你知道？你会好像胃痛，痉挛一下，然后又开始很有自信，然后就又这样子。你的嘴角微微上翘，性感的无可救药。为什么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？是真的胃痛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会不小心表情很狰狞。对，那并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疼痛。没有哎、欸。哦，没关系，慢慢改，说不定那将来也是痛苦歌后的招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秦老师举牌了，这两个颜色，老师会选哪一种？一二三。好，那红色的有四票，建宁老师认为这一组也可以留下来，是吗？为什么？那就像跟小林老师说的，虽然有点瑕疵，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紧张，因为他们可能太紧张了。那另外一个建议是，我觉得选歌，因为你们选的歌可能比较稍微老一点，我觉得如果加上老师一些专业的训练，我觉得或许有一些空间。所以为什么我给你们票的原因？没关系，老师，这个因为他没有超过，就是至少有两票以上嘛，那说不定你的免死金牌待会考虑一下了，好吗？三位休息，恭喜简单的。就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评审还蛮喜欢你的声音，只是可能在唱功方面是要多加强。哦，不好，错啦，我的错，那个 loss 还蛮好玩的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会希望再来玩。嗯。